第三十题，这是题主。子信下课时把手放在女儿墙外，不小心手一松开，他手上的篮球随即由四楼垂直掉落到一楼平地上。后来球又垂直向上弹起，达到最高点，随后又垂直掉落至原处。以向上为正方向，且忽略空气阻力的情况下，请回答30到32题。第三十题是问有关篮球在一离开手掉落至地面期间运动状况的描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它是从上楼上掉到地面下地面上，所以呢它的速度是向下的，往下走，所以它位移也是向下的，而它受到了地球引力的影响，所以它加速度也是向下的，所以呢它的位移、速度、加速度都向下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，位移向下，速度向下，加速度也向下。